ça, monsieur Pelu? Oui, c'est moi. Je suis le frère de Ben Winan. Oui, je suis votre femme d'il y a 5 ans. Oui. Vous pouvez la rencontrer là-bas. Grâce à Dieu, c'est pas la fin du monde, hein. Bon, il faut tout de suite aller, ok? Puis peut-être un jour en France, je vous inviterai à boire une bouteille de champagne en Provence. Oui, j'espère aussi. Très bien. C'est pas moi qui suis mauvais. C'est les Japonais. Adieu la Chine. Adieu Tianjin.哎呀，就这七分钱了。不过呢，等今天爸爸知了心，头等大事就是给我闺女1块钱学费。爸爸是谁？天下第四条好汉熊破海。哎，人家第四条好汉姓的是英雄的熊，可我家姓的是狗熊的熊。哪个欠抽的叫你这么说呢？是妈妈跟二他奶奶说的。妈妈呀，唱大鼓的嘴，毁人。不过呢，妈妈说的没错，等知了心，狗熊就变大英雄啦。快点别动！盯着我了，干嘛呀？刚在外边打枪，没听见啊？我上街买个煎饼果子，短了人家1分钱，巡捕至于开枪打我？那是。可最近日本人在法租界里闹得凶，没事，咱别出门。爷爷，吃饭啦。清汤小米棒碴粥一大小棒碗，这是我的。哟，慢点吃。那人熊阔海，这可是最后的煎饼果子了。打明儿起，咱们就得打开后窗喝西北风了。嗯，咸菜还有。我看今儿这煎饼果子个儿大。孩子肯定吃不了，一会儿剩下半碗你吃了，我有这碗粥撑着。您猜怎么着？真撑着了。嗯，今天下了班，先买一袋杂货面，然后再要板车煤。要吉家的，不要冯家的。上个月他们家送的煤球，土比煤还多。是吗？太不像话了。
没什么价钱，图什么价钱啊？万成当的两张当票到期了，得赶紧赎当。燕燕上学得要一块钱学费，圣月色的女校校长已经见过她了，说只要交一块钱，明天就能上学了。哎呀，我的燕燕要是上了学，那爸爸以后啊，这转眼天就热了，也该给她添条裙子了。对了，欠二丫家的八角钱菜钱得赶紧还了啊，小半个月了，我都不敢正眼看人家奶奶，都记下了吗？记下了，一字不落。杂货面、煤球、当票、裙子，还有二丫奶奶的八毛钱，等我晚上回来，您瞧好吧。嗯，猪脑子，还有一块钱学费呢。嗯，裙子不用你去买，我去就行。就嘴皮子好使，还是半吊子。赶紧吃完上班吧，知心的日子别迟到了。走了。这就走了，等我领了薪水啊。嗯，爷爷，明儿爸爸带你上聚合楼八大碗黄焖鸡块、南煎丸子、元宝肉素食锦、垮炖木鱼、赛螃蟹、烩什锦、烩三丝，再加上乌鱼蛋的酸辣汤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哟，这么好的罐口，我爹当初怎么就把你踢出门了呢？是不是？哎，您没看出来呀？我那是不愿意学相声，要不然，没准今儿又是一穷不胖。外加四个荤，加两花五香鱼，拌三丝黄瓜，还有那共和豆腐。哎，瞎了眼的不看路啊！哎呦，老蔡，是我呀，这怎么了？老尤啊，这菲利普这王八蛋昨天夜里卷铺盖跑了啊！那咱们这月薪水呢？薪水泔水都没有了，你快去见啥抢啥！您至于动刀吗？您收下，您收下。菲利普，我咒你全家！你不发薪水，我一家老小喝海水啊！松！哎呀，松手，松手！你今晚胆子你给我抢的！老单。药拿去，拿去。这个你拿回家自个儿供着去啊。刘军，你借我那九块钱呢，什么时候还呢？啊，不是说好了发薪水我再还你吗？菲利普都跑了，还薪水呢？给钱，还钱。不是，你还我两天，我一准还你。我这还有点应酬，我先走了啊。待，还什么还呢？啊，刘军。别在这儿跟我说戏词儿啊！你在哪儿住的地儿我都不知道。现在公司又散了，你抬屁股一走人，满天津卫，我哪儿待你去？给钱！没钱了。给钱！哎，老尚，给！哎，下去！不好，看你看，同事这么多年说翻脸，包里一共就七分钱，两张一分，一张五分的。家要实在揭不开锅，拿去，半斤棒子面，蒸点窝窝头。孩子吃没了，我也舒坦啊。哎，干嘛，老单？老单，不行，过分了啊！这媳妇还行，过分了你！我说老单，你真过分了你！你包，哎，别，你给我走，给我老单！你以后万一有瞧我的地方了啊！别跟我太无情了，这年头心软的先他妈都饿死了。老单，那包可是头层皮的。头年劝市场买了，
西服老九张的料子，荣昌祥红帮师傅的手艺，别当亏了。飞利浦，我咒你全家！民国二十八年五月末的这天，对中共地下情报员熊阔海来说是狼狈的一天。一个月37块钱的薪水突然没有了，这是家用和活动经费的唯一来源。潜入法租界3年来，他就靠这点薪水和变卖家当勉强地开展工作。今天菲利普推倒了他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，他不会想到此后骨牌会倒得那么快，那么惨重。慢走，老板。慢走，慢走。慢走，慢走。谢谢，慢走。那个桂井三郎同意了，可以把我们搞到集团的情报，但他要钱。多少？200。怎么办啊？桂井等着我回信呢。200块钱。他只认钱。200块钱，你半年的薪水啊，哪儿找这笔钱去啊？我看还是放弃桂井吧。不行，他肯定猜出你的身份了，先放出去就不能收回来了。刺道一再叮嘱，要不惜一切代价弄到日军内部的情报。机动分局想偷袭蓟县，鲍司令在等着我们的情报。那就掏钱。你有200块钱吗？你马上回海公司禀报，稳住北京，告诉他我们同意交易，让他把情报准备好，但是得缓2天，我赶快筹钱去。那我的经费呢？也得缓2天。还缓？我兜里见底了。你给日本人做翻译，一个月不是也有20多块钱的薪水呢？那我不得天天请桂锦他们喝酒吃饭啊？我兜里就剩下5毛钱了。比我富裕。一会儿这茶钱还得你付。哎，你不是说今天发薪水吗？看这鸡毛掸子，这就是我这个月的薪水。央行那法国佬跑了。这个月咱怎么过呀？我已经发愁了。明天别在茶馆见面了，茶水要钱。我在街角的报摊等你。走了。嘿，你把茶钱付了再走。嘿，只要嗅到情报的气味，他就会兴奋。可200块法币对于他来说是笔根本无法筹措的巨款。万般无奈之下，他只能紧急联络他的单线上级，代号刺刀的老布。先生，还会见到刺刀吗？能，一定能。我和刺刀是单线联系，他住哪儿我不知道。可是，从上一次
我们见面的情况分析，他应该就住在杜总领事路往圣路易路这一路。先生喝点什么？咖啡。坐冲我们的位置，你坐这边。组织内部出了叛徒，今天一大早，保释突道的电台遭到破坏，卞世明和郭春南同志都牺牲了。牺牲了？那他们的孩子呢？被巡捕送到了育婴堂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派人去接了。那叛徒查到了吗？最近情况恶劣，我们要少联络。别回心理情况，郭春兰同志牺牲前交给我最后的一份电文，是柯广同志发来的。葛晨同志已经平安到达了根据地，区党委已经另外派专人负责天津城委的工作。费龙，你我的这个情报组仍旧归柯广同志领导，专门负责日本天津驻屯军的情报工作。对了，纪检的事儿有回音了。啊，飞龙汇报说，桂井同意提供情报，但他要报酬。他要多少？200法币，而且时间紧急。你的意思？桂井没有告发飞龙，这就说明我们以前的判断是正确的，桂井是可以争取的情报对象，他要钱。可能是因为贪财，也可能是想试探我们的诚意。那我们就拿出诚意。可200法币也是个大数目，我解决不了，所以才紧急联络你。行，这件事交给我。有经费了。街上见过，外面还有3个。怎么？我从前面走，引开他们。你赶紧从后面走。不，你先走。这是命令，他们是盯上我了。你千万不能让他们看到你的长相。这是保险箱的钥匙。快走！
跑掉的那个人是谁？中国人。现在。来人了。你们要干什么啊？这是法租界，也太不把我们巡捕房放眼里了吧。安队长，有人开枪砸我们的人呢？谁这么大胆子敢跟皇军过不去？哎，您告诉我，我给您逮了送宪兵队去。谢谢。一个。哎，这还一个呢，你靠这走啊。尸体抬回去。过来搭把手。班长，班长，车门打开。这种从未面对过的突变，一下把胸口海打懵了。该怎么办？隐藏还是转移？本能告诉他，除了叛徒，要迅速通知其他同志撤离，立即去备用联络点私人汤药店。他没时间多想，在没有确认谁是叛徒的时候，这个行动会有多么危险。三人です。帝国の精鋭三人の犠牲を払い、中村、手に入れたものがこんなものか。ご指示を願います。10倍だ。はい。前面行け。はい。軍刀。三十三万！三十三万！三十三万！
通知冯志奇、刘子光、张悦到中后卫里二号小白楼紧急集合，还有把罗成也叫过来。 もうすぐ5月だな。園児の花が咲く頃だ。で、 逃走的会是什么人？一定是刺刀的上级，刺刀拼死掩护，肯定是更重要的人物。暗杀王竹林会长，火烧工大六厂，暗杀储备银行的程锡庚，都和他有关系。 联络点关闭了，熊阔海跟组织失去了联系，此刻他仅有的希望就在老顾留下的保险柜里了。圣路易路三号公寓，老顾的落脚点，那里也可能暴露了，日本人也许在攻寇着他们，只能冒险一试了。但愿那保险柜里有组织的联络办法。 也有他现在最需要的那样东西，钱。
呦，先生，堵着你可真够难的。什么事儿？我是房东，这公寓的主人。这一到交房租您就躲了，几天了？我是早堵晚截，终于见到您的金身了。你是房东？我这房子可是从你法国人手上租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猜的会有这个时候。您看看这个。你这磕的我玩意看不懂。看不懂我可以告诉你，弗朗索瓦先生已经回巴黎了，临行前他把房子委托给了我，我是他女儿的家庭教师，这是委托书，上面有弗朗索瓦先生的签名，在这里您瞧瞧。您一共欠了12块钱，两个月的房租，对吗？交钱。等等，没听明白。是没听明白还是手头紧啊？要不拿点值钱的东西把房租抵了也行。哎哎，干嘛呀？这刚见面就拉我手，什么意思？穿的这么体面，连块手表都没有啊？没你这样的啊！给我出去！钱不钱的，等回头我弄明白了再说。您这是在撵我呢，顾先生。啊！今儿我丑话说在前面，你要是不交钱的话，你就得走人。这房子我租给别人了，都排队等着呢。看你也是有头有脸的人，咱没必要麻烦的巡捕房去吧？啊！行行，我给你房钱，但得还两天。5号，等我知了心，我就付你房钱。我这一个月50-60块薪水，还怕付你这10几块房钱啊？一个月50-60块钱的薪水呢？真的假的？那还有假呀！我在洋行做事，做贸易，猪鬃出口，猪鬃知道吗？不就猪毛吗？对，猪毛，猪脖子上长那毛，做毛刷子特别好。瞎指什么呀？5号，还得6天呢，我等不了那么多天，就今天。一会儿我就回洋行给你借钱，我付你房租，成了吗？行吧。说话算话，咱都是文明人，有教养，为钱翻脸可不值得呀。嗯，顾先生。为钱翻脸不值得，几人翻脸不为钱？先生，4点我要去上夜班，4点之前您能回来吗？要不把你洋行的地址给我，我去洋行找你。就不麻烦你了，4点之前我一定把钱给你送回来，你就在家等着吧。顾先生，房租你一定得还我，我还指望着他过日子呢。放心吧，我一大男人不会骗你的，不就12块钱吗？4点之前我一定给你送回来。不。